在地行动，青年引路。今天就想要透过带路的方式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这里，守护原生植栽，保留百年老树。那我们种台湾原生有一个好处，这里的幼鸟的植物非常多。公益图书馆，募书不买书，募书不用钱啊。这个地方是大家一起参与建设完成的。星期五晚间8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逛台中旧城，感受时光流转底下的新旧意义。